直接你妈开始了，瞎鸡巴录。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兰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，感觉要再杀他们一样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杀人视频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十分没有看点的视频。OK， 我不知道你会为什么会打开这个视频。今天我们要吃这个超级厉害、超级有名的超大肾，是这足肾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成。陈胜不知道这个一共有2142卡路里，人一天如果你正常体重的话，差不多2000卡路里就够了，所以这相当于一天你吃的所有的饭的这个卡路里的量。所以今天我们将挑战谁能第一个吃完，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吃不完的。所以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买了两盒这个东西，我等了2个月才从日本到上海，所以对那个代购很慢啊。日文当然你们看得懂吗？八嘎呢八嘎呢亚美德亚美德 Yu-Gi-Oh! Yu-Gi-Oh!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面有说明，先打开。 OK， 它这个我看到了，先打开对吧，意思是先打开第一步。 What the fuck， 也没有多少呀，没有，这个料好大。如果你们注意到了，我后面有一个，对，我们不要去提它就行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你看不到那个哔哩哔哩那个东西。对OK， 然后第二步是第一步是把这个拿出来。但是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这个是烂的，我这个也是烂的。What？ 不会吧？对。所以水会流出来。对，我们应该拿碗来吃。日本。日本。Japan。Japan。霓虹。如果你是日本观众，你觉得你被攻击到了，我们没有这个攻击你的意思。OK，但是我们在攻击这个方便面的盒子。对 ，OK， 我们找个碗，结束了，找个碗吧。但是我们要做两碗啊，我们怎么做两碗？就做一碗得了。做一碗，那这一碗怎么办？那我们再找一个碗。我们这一碗要捐给街上的游民，对，做慈善。然后这个视频被日本的，你能不能？OK， 观众朋友们，首先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面饼。这是2个面饼，然后这里是碎渣，好多碎渣。对，观众一直在看盒子。哇，大家看一下哦，我们应该先放水的。嗯，碗。哦，对，煮面应该先放。哇，我是个弱智。哇，我们可以把面放回去。那碎渣呢？倒掉不就好了？碎渣其实可以先煮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谁在乎呢？下一步是什么？加菜包吧，应该是。不对，先看一下。加菜包。二日文怎么说？我怎么知道？二三十。那我们知道大陆人说22，台湾人说22。那么日本人就是二，差不多，可能在那个上面。哦，放水，然后把这个3分钟，放水3分钟，然后、放完水之后把汤给倒掉。哎，这个已经烂了，这个是拌面。对，把这个给拌掉就行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拌面。对，不是汤面。拌完之后再加调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确定？就确定了。OK， 煮面方便面谁都会的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先是倒水。OK， 这些小碎渣估计都。很可怜，他们都很可怜，融入了大家庭。他们先死，你知道这些口感肯定会很差，这些小碎渣。为什么你烧水要开抽油烟机呢？你不开吗？啊，水蒸气啊。我们现在呢就思考人生，所以今天现在呢我们就冥想就好了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就等水热好。我们来想想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料。首先这个第一个料是黑不溜秋，这是红酒，我觉得。这是酱油，这是酱油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觉得我们视频没有太多意思，我们得像小玉一样，就是激动一些，是吧？然后噔噔加个音效，对，加音效，噔噔加很多音效，我们得激动一些，这就。那么 OK， 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些是什么酱料啊？那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黑色的那个黑不溜秋那个什么章鱼汁，台湾叫八爪鱼。对。八爪鱼汁是这么说的？我不知道呀，鱿鱼汁，鱿鱼和章鱼不是一个东西啊？不是吗？好的。哦，我们来看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传说，哦，可卡因啊，可卡因，观众朋友们，可卡，不能做可卡因啊。
我死了啦！我死了啦！啊，我死了啦！啊，我死了啦！你干嘛？我有点晕。可卡因呢？可卡因到，可卡因到痛底下了。哦，真的。哦，我爱毒品了，我爱毒品了。啊啊啊啊！哦，拿到可卡因了。哦，太好了。台湾可卡因就可卡因了。我不知道呀。白粉。对。这个是哦，这个看上去非常绿色，那么那个就是哒啦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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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noop Dogg 对吧？一样的420。哎，你说有没有狗肉方便面啊？我觉得，哎，慧慧，我现在就要搜一下宠物狗肉，哦，宠物先给宠物吃的，给宠物狗吃的肉没有？没有，他淘宝不卖狗肉呗？对，还有大锅煮狗肉独家秘方。但没有狗肉，对，还有有禁食狗肉衣服，有这个东西，除此以外没有。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吃肉 ，OK， 如果你吃肉，然后假设这个狗是专门用来屠宰的狗，算了，我们不用说这个话题，我们不说这个话题，太，剪掉，对，剪掉。我们刚刚说到这，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有什么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有什么材料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看哦，哇，干啥了，乡巴佬，我们来看一看哦。热汤三分，大豆啊、小麦牛肉，臀肉是屁股肉啊，是臀肉，大家看海豚肉，臀肉，你内裤露出来了，臀肉啊，太搞笑了，太搞，我是小玉，我的视频非常好笑，有点慢红，我们拿两个小碗来吃不就行？有小碗吗？我们是挑战吃完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品尝。那一人一万不就行了吗？直接。那我们下两碗啊。啊，对啊，也行啊。哇，那我们下两碗，这个太，哇，你要想我这个不够大吧？哇，这个是用来蒸的呗。OK， 我们得转移阵地。待会我小玉，我找不到毛巾了啦，怎么办啦？拿卫生纸。那么肯定会有人问，哎，西兰，你是拿这个撸管啊？我的回答是。不是啦，这么大一个锅放里面，这么点水，那么 OK， 只有，我们来看一看一共几个面饼，四个，一共四个面饼，对，还有两个烂丸，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是很垃圾的主意，你要怎么拌面？面要怎么拌？那你们家没有筷子吗？有啊，但是要先把水倒出来的吧？你会倒水吗？我不会倒水。你有锅盖吗？哦，哎，可以那个什么，哎，这个感觉像做那个意大利面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是做意大利面啊，做意大利面一样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就够了呀。我在做意大利面。对。太酷了。日式意大利方便面。日式意大利方便面，我不觉得这个碗够，这个碗这么小，这个四个面饼，应该装得下吧？应该可能装得下。我们需要个很大的碗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不错，太真实了吧？十分的合适，就拿这个碗，这是我们最好的视频主意了，真的。我们最好的视频主意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一共四个面饼，这不是个好主意。呜、哦，我智商很高。OK， 你准备好吃这些方便面？我其实觉得，如果不放酱料，我也吃不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更觉得，它肯定很腻。肯定很腻，对的。哇，你看一下，太糟糕了，看上去，太恶心，太恶心了，黏黏的那种。啊！学校食堂的饭怎么样？能装下吗？装不下。先放一下，哦，太酷了，好重啊，是吧？你放一下。对，我是个弱智。你等他滴完水了再拿嘛。这个是我们的面。哇哇，太恶心了。先放菜，是啊，这个菜帮应该放进去一起煮的呀。哦，菜是应该煮的。对呀。哇，没关系，它水蒸气，我已经闻到了，我有点想吐了已经。加油，我们要吃完了。啊，你闻到了吗？我已经闻到甜的，甜的那种味道。甜的那种垃圾味道。对。啊，好甜啊，闻上去。太真实了，我觉得我不能吃下去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准备好开始拌了吗？拌。啊，这酱料很难吃。啊 ，What the fuck is this？ 就像搅屎一样。啊、no。No， 这是什么东西啊，我的天哪，好甜好甜的那种味道。
还又甜又咸是吧？这怎么丢掉？我在想，丢到外面垃圾桶呗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，我们不是要吃完吗？你干嘛？我们要吃完啊哈，好啊，吃完，明白吗？吃完，明白。这是个挑战，你以为我煮这么多面是干什么？好玩吗？就为了吸一口吗？这不是品尝节目 ，OK？ 这个是挑战节目，挑战节目，加油！我们来品尝一下，观众朋友们，这看上去很垃圾。三。别，我先弄好。干杯，干杯。哎，好吃吗？有点像那种糖醋拌面呢、啊。我觉得就是糖醋拌面。对啊，糖醋拌面，观众朋友们，你想买这个糖醋拌面吗？质量十分的低，又酸又甜。还有这么多啊、哦！一只手拿不起来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我觉得我放弃了。这个挑战我成功了吗？肯定有酸民会说我们浪费食物。对，我们要捐给游民的。对，我们去捐给游民吧。对，我们不拍出来 ，OK？ 我们不拍出来。对，我们肯定，我开玩笑，我们不会捐给游民。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把整个厨房弄得很乱，然后我们俩要收拾很久。对，还要把这个面。给吃掉、给吃掉，对，只是我们不拍出来，不拍出来，因为我觉得要吃很久，嗯，就是肯定会吃掉的，嗯，所以如果喜欢这视频的话，别忘点顶，汉订阅，嗯，汉留下一个评论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可以点个彩，汉评论，汉评论，汉订阅，汉订阅，汉订阅，大家再见，汉订阅小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我的天哪，糖醋拉面。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视频、啊、其实真的挺难吃的，多少钱的这个？70块一个。这不是找罪受。